好，那么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啊，真感谢，感谢李长，互我有这机会。啊，议会各贵宾，我都无意见。啊，各位敬爱乡亲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掌声回应一下，谢谢。啊，首先向大家报告，我是10月11日啊，接到县政府的简讯，讲点咱调价公募。就是丰原乡的第一公墓，要做科重点。这个信息传了完了后，因为郭登刚拄啊咱二林镇公所啊，林工商伫咧举办拔河比赛，啊，我拄到阮里长，里长就伫咧流目屎，你甲我讲科重点要做点咱种的，安尼要安怎？我甲里长讲，咱一定要有动作。在那个案，里长就邀请阮庄的这乡亲，大家站出来，来甲伊里长服务处做一个座谈会，讲有一件大事。下昼各位恁来到会场，拢有收到一个 DM， 就是当时的联合报下载这个文，我甲这个文提去拜托咱印刷公司遮，啊下昼印600张，我听讲拢无够，乡亲来到这里真多，可见咱这乡亲。啊，拢是反对咱调价公墓，丰原的第一公墓做火葬场，拢是支持阮骨调价。而丰原第一公墓，我甲各位报告，洪子超议员引导，离丰原公墓未来要做火葬场的750公尺，阮家离800公尺，各位乡亲。我含洪子超，包括洪登明，阮伫议会咧担任议员。伫议员、伫议会，包括彰化县政府、彰化县政府，包括所有议员。议员啊，大家足辛苦的，阮会早6点就走摊，啊，佫吼连续到7点就六七摊，讲落去做议员咧，足早就爱去走摊。况且，阮个就是咱彰化县无好状况，但是所有议员就讲支持彰化县。来做火葬场，但是火葬场卖作为弯道。今仔才不行，火葬场要做弯含洪子超，离700公尺、离800公尺的厝的，你甲看我含子超情何以堪？你甲看阮赵家里情何以堪？各位乡亲，我伫担任镇长的时阵，赵家公墓洪湾乡公所，就做伊呢。掏一个肋骨塔，当时的肋骨塔，阮是讲调价公墓，当时即个墓区，甲伊捡起来做肋骨塔，遐阮乡亲就较无啥意见，因为肋骨塔是要让咱的祖灵有一个安宁的所在，所以阮调价完全无意见，包括顶处理无意见，但是有意见的，当时咱顶处的里长洪旭照，咱调价里长。陈宽进、李林镇长张国栋，我着以李林镇公所行文拜托宏湾公所，讲肋骨塔爱比较因宏湾，甲咱收回。乡亲，阮接到的信息足委屈的，嘛足无奈，伊唔同意。这个代志过5、6年啊，伫去年7月17日啊。就是咱万圣宫每一年一度的这個瀑布会，当时的里长，甲阮万圣宫的主任委员宽进啊，有邀请丰原公所的乡长来遐来遮参加普渡。丰原乡长才伫去年答应讲，咱的丰原肋骨塔，就甲你甲丁处理，比较因丰原乡的乡亲来甲咱收费。各位乡亲，这是头一个肋骨塔的代志。第二项就是因即马要起的殡仪馆。各位乡亲，要起殡仪馆，恁会知无？要起殡仪馆，有甲恁通知无？因为我做议员啊，我毋知丰原乡公所起殡仪馆的旧址当时的乡长是啥物人，然后才知影当时就是红河路乡长的，即马嘛互伊起啊。啊吼，食髓知味，食了有损失啊！肋骨塔互伊安全，互伊去，啊，搁只殡仪馆来去，即嘛要扩大营业，
要去好总场。各位乡亲，咱是不是要反对？你讲对唔对啦？我前几天和阿扁来咱伊个服务处，邀请阮各家这重要乡亲，包括一寡里长。咱里长，伊虽然是一个女性，但是做里长了后，对顶个工业事业啊，真正关心，真正个只用心，认真拍拼。伊无论是当年阮调教里长，嘛当年咱2027年里长联谊会会长，嘛当年咱捷林狮子会会长，为着的是啥物？为着是地方。今仔身为一个女性，我即几工拢甲较含我较有底气的，含我较好的讲，阮里长已经哭几礼拜。为什么咧哭？伊对咱这乡亲袂合啦，伊对政府机关要设置的好重点，拢无来含伊智慧，伊真正是只怨叹，真正只唔甘。所以我含里长就讲，一定爱咱咱庙遮开一个公听说明会。今仔日这個说明会无代表咱的后援会团体，是代表咱赵家里，咱里长，甲我身为各党也踮赵家，自操踮各家，阮有责任，甲乡亲报告这代志。未来抗日还阁真长，拜托各位乡亲支持赵家，支持李林，予伊好壮场，较要起个多个。我拄仔咧讲个，阮议会大家议员拢支持做好壮场，但是卖做个弯刀。做弯刀才谈，自操弯刀才离750公尺尔，离弯刀才800公尺尔。万一后是要安怎对乡亲交代？所以拄啊，乡亲恁大家站出来。啊，拄只我嘛有看到，咱这个应该是迄、那个永祥，永祥头家是倒呀？你拄啊讲吼，镇长啦、议员啦、代表啦。拢无讲话，即我甲你像你讲个反对的，我嘛应甲你抗议个，我嘛应甲你抗议个，我已经丢皮几工啊嘞，这白布条啊，我开10500块去买，我这白布条啊，我拜托鲁林书法会四个鲁林大书法大师，一张来咱万和宫来写，我所有这 DM 就是恁来抽嘞。这个 DM 拢我开钱去印的，下昼给大家来看。包括今仔要开这个会，是我含里长、含镇长大家共同商议出来，咱乡亲一定要站出来。所以我用上咧讲这个，用上啊，歹势，哦，歹势，你拄啊一句话，少多几天人我反对，哦，你若搁加讲，我用上我就搁加讲几句。哦，所以拜托各位乡亲，反对合众条，反对合众条，踮伫咱赵家公墓，安尼好无？